巴达维亚城日治的荷兰文本，我们就发现大渡社统治了十八个藩社，大渡王就率领全台湾的原住民反抗郑成功。大渡王不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王国，罗伯尼奥宗家头目从荷兰跟明朝还有清朝就证明了王国的存在。每周五晚间九点，刘一昌和你一起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